小奶龙来闯关啦！我已经准备好了，出发！把小奶龙放在起点，出发喽！转动这个按钮，就会把小奶龙吊起来，放到这个轨道上面。出发，出发！这里有个桥，我看看机关在哪里。哦，是这个，下来，拐弯。哎，卡住了，拐弯拐弯，下来下来下来，哦，再拐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让这个大大的奶龙把它给拽上去，哎，够不到呀，哦，需要先把它抬起来，然后转一转转一转，吸住没有？哎，怎么还是吸不住呀？哦，吸住了吸住了，走路走路，小心一点，那失败。再来一次，再来一次。首先，吸住，转一转，转一转，成功，通关了，通关了。